有血，然后我就去拿纸。Hello， 晚上好呀。我走啦。嗯，好，拜拜，回去波波，然后睡。晚安，波波，波波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闹叫，晚安。晚安，我的。晚安娜娜。哎呀，这门好难开啊。它很重的，拜拜。晚安。晚安。后天见。拜拜。嘿嘿。谢谢徐行的奶茶。大家好呀，外面灯红酒绿的，因为这是外面的酒店的装潢，就是酒店好像是圣诞节的装潢吧。对，嘿嘿，嗨，刚刚和娜娜他们吃饭回来，然后跟娜娜聊了会儿天，然后我就开播了。小度，小度，我在呀。播放 ，Kiss Me More。怎么吃这么晚？你不是也吃这么晚吗？不是吗？姜宇恒，姜宇恒，你不是也吃这么晚的，还没回来吗？说我。真是的，让我来点一个啊！我点一个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划过去了，没看见。Can you kiss me more？ 一起听好听的音乐吧，下次可以试试对我说。打开音乐广场，这个顶光就是说多少少多多少少，有一些许的就是可怕呢。啊，干嘛呢？我要搜索那个音乐。搜索音乐。Can you kiss me more? Where so young we ain't got in the room? Oh, oh, it's just principle. Baby, hold me 'cause I like you. Woo! 好，你们随便听一听，随便听听。等你直播已经剩一个小时了，真的假的？就是说真的假的，真的假的呀？Really？ 我的嘴巴被我就是搞得有点斑驳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们回到那个背景，然后它就没有这么，我的妆全掉完了，但是我不想补了，你们知道我已经带妆一整天了。所以我就不补妆了，就这样吧。哪里有元气森林？我没看到啊，哪有元气森林？谢谢马小星的玫瑰花。今天今天的金曲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很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错动作，节奏也抓得很好，所以我很开心。然后也为什么一直没有说这个金曲这个事情呢？因为就是跟我投的人，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有个这个车吧，对吧？所以我想低调一点。但是我觉得好像昨天那个发型会稍微好一些。今天这个发型主要是为了不和大家撞，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都是披着了嘛，所以我就想着说那我要不搞一个特别一点的发型。谢谢梦回故里的巧克力，算不错，还行吧，反正我自己是挺满意的，跳的确实后来才知道还有车，对，一切都是我的几个就是他们给我弄的，我知道。谢谢 Vatier， 永远要自信啊的荧光棒。我们刚刚去吃那个火锅对吧？然后我们四个人眼大肚皮小，我们点了好多，但是我们才吃就是刚上菜来，我们才吃了一会儿我们就饱了，
然后后面那些菜全部都就是没有，就是吃不下了。然后我们光打包打包了三大盒满满的回来，看上去很开心。有这么明显吗？有这么明显吗？对，和 Taco 前辈跳舞真的非常的好开心。 Taco 前辈真的很专业，而且本人非常的瘦美，然后他和人很好，就是对我们也很温柔。但是我没有好意思，就是其实今天一直我就一直，因为我们一直拍深写，昨天没拍嘛，然后今天就是还是在今天我们拍深写还是在跳完的时候才去拍的，就非常的仓促。我就一直想说我们来拍个合照，但是我又不好，我每次就是想说的时候，但是已经要上台了，然后下台的时候想说呢，其他人又得去换衣服了。不过我们有一个官方的合照，官方那边拍的，我哪有很开心了，我只是一点点开心罢了，因为事情办光了。谢谢小溪边的树的玫瑰花。Can you kiss me more with a young morning? 抑制不住的开心。我也想要双人合照，但是，你脸才笑烂了。好几次都想开口，但是你们懂吗？一切都是各式各样的不好，就是各式各样的，就是中途的事情让阻断了我的脚步。我估计我会先好好的睡上一觉吧，因为最近都没有好好睡觉。还有，我这个人其实我还是很会掩饰自己的情绪的，好吧？好吗？好吗？我不是怂，我不是怂。其实给我切了个无效镜头，为什么每次大家都喜欢在我转身跑步的时候给我镜头啊 ？I don't know why。Wonder why， 迷麻了，主要是事情结束了，比较开心罢了。演示的不错，好吧，大家觉得我开心就好。毕竟就是说周佩西还要回广州来，就是好好跳公演的嘛。其实我也不是，就是我也得好好工作直到放假，对吧？嘴巴真好干，都出血了。开心的手舞足蹈没有吧？公演啊，应该还没有，应该还没有。其实我跟你们说，《七 sense》这首歌真的就像男团舞一样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们去看我在前面翻滚那个动作就知道了。然后它是一个节奏一个动作，就是 one two three four，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， 就这样子，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。哈哈，没有，就是，我很喜欢，就是大家也，我相信大家也很喜欢看我帅气的一面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我觉得我这次驾驭的还是不错的，就是为了当一个帅哥，我甚至除了这个耳钉，我什么都没戴，我的眼妆也是画的比较的，就是简单，也没有跳那些，也没有搞那些什么亮闪闪的红的那种。小度播放最播放歌单，王子殿下我听过，我跳过。你就是我的王子殿下，头发凌乱还有很多胡渣，
没有，我其实本来想弄单马尾的，就是这种，大概就是这种。头部不是这样的，但是好像披下来也会更好看一些。嗯，不过为了特别的话，显得特别，所以我还是搞了个这个发型。但它塌了，现在。你要甜妹，我确实挺甜的，但是大家最近发现没有？最近我就是有一点含铁量过重，懂的都懂。小度，小度，播放 BLACKPINK 的歌，因为我现在比较开心，所以我要听燃一点的歌。我们换个方向吧。怎么感觉这里光很死亡啊？没事儿，至少可以就这样坐着，含铁量。甜吗？真的甜吗？甜妹的内在挡不住，那好吧，挺好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就是还没有化妆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耳环戴上了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那个啊，不行，这里显得我的嘴唇就是太血腥，还是回来吧。还是这里，装瓜阿姨装的比较像。哇哦，谢谢松鼠送的跳动的音符。哇，我第一次看这个特效，是让我舞一曲的意思吗？我可以给你们跳一个那个什么七彩子的一小段。谢谢你的跳动音符，谢谢蓝色创意的奶茶。它应该能播放吗？没关系，外面是，树什么的，没关系。1 2 3 4 5 6 7，等等，哎，我那句分词是什么？第七感在身，第七感的讯号，第七感在闪耀。你们有没有听出我的声音啊？我的声音还是比较明显的吧。嗯，我为什么是甜妹啊？我就不可以就是帅一点吗？真的是，还说我就是甜妹的本质，哪有？哪里是甜妹的本质了？看我这样子还像甜妹吗？哪个甜妹长这样？Oh no， 没电了，就是说 ，Oh my gosh， 小培有很多面，每一面都很爱，真会说话，真会说话，大家都学一学这个人啊，就是马雅欣，学一学他说话的艺术，就是出本书吧。没电了，我还是就是。We Pala， 谢谢马雅欣的奶茶。必须得充电了，不充电不行。小度，小度，灯光变成伦敦。如果想控制灯光，试试这样说：打开左阅读。小度，小度，打开伦敦灯光。如果想控制灯光，试试这样说：打开右阅读。虽然直播演我，但私下和其他人聊天都夸我，真的吗？有没有人替你就是证实一下，证实一下，就是你说的话是真是假的，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
想开个伦敦的灯光。哦，那也太暗了，开个巴黎。这样子我的就是我的就是房间就非常的像。小度小度切割。No。怎么办呢？难道说我要坐在地上播吗？哪边好一些？坐在地上播吧。因为我得充电啊。Hey boy. Make a muscle like a muscle. Bang bang. 小度小度切割。我今天我跟你们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刚刚就是我素颜的时候就先戴了这个耳环嘛，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味道太重了。巴黎，巴黎有塞纳河，嗯，巴黎很好，它有塞纳河。就是我今天就觉得，哎呀，你不要再放这首歌了，小度小度，播放下一首。小度小度，播放 Red Velvet 的歌。是想听 Blackpink 的音乐 Whistle 吗？ No。可以试着换个说法。小度小度。播放 Bad Boy。好，一起来听这首 Blackpink 的 Whistle。你们听到了吗？你们听到了吗？我说播放 Bad Boy， 他说好，一起来听 Blackpink 的 Whistle。我无语了啊！我无语了，我无语了。小度，小度，播放 Stacy 的歌。小度找到 Alicia Cara 在的歌曲 Stay， 想听对我说是，不想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小度小度，播放 aespa 的歌。好的，掌声有请阿斯曼带来白云居住的地方。啊！烦死了！我普通话哪里不标准了？我说的英文好吗？无语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，我是少数民族，竟然让我听这种音乐吗？就是我话还没说完，就是我今天戴上这个耳钉之后，我就觉得自己少数民族的味道好重啊！就还没化妆的时候，你们懂吧？就是，所以这就是我不喜欢戴耳环的原因，就是那种很容易暴露，像不像嘛？就是有一不是少数民族，但是他有一点那种感觉，而且我说的是我就是素颜的时候会像一些，可能现在化妆了就不像了。No， 不要这样。小度小度，播放，Blackpink。算了，我不祈求他了，我还是听中文歌吧。你们有没有想听的歌呀？有没有想听的歌？对啊，我有拍过一次彝族的写真。小度小度，播放周杰伦的歌吧，这样你总不会说错了吧？播放周杰伦带来的晴天。你们，我想知道哈，就是今天现在已经凌晨了，今天不就是？咱们的734演唱会嘛，对不对？那大家多支持喽，就是在演唱会可以看到。来点彝族歌吧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说彝族。我是一个非常就是假的一个彝族人 ，I'm fake， sorry。小度，小度，切歌。晴天我不太会唱，记不得歌词。周杰伦晴天。怎么还是晴天？小度小度，播放周杰伦的发如雪。你发如雪真的那一天。放呀，你倒是。
在这里聊天置气真的没有意思，就是没有意思，没有意义。狼牙月，一人憔悴，我举杯，临近的风雪，是谁的爱？等音源出来之后，请你们去欣赏我的 part， 我觉得唱的还是不错的。一人等回我，冲了冲了，给你看一眼，冲了，放心吧，周培熙还是蛮聪明的，真聪明。我爱不回，难道你是？怎么感觉我今天真的就是一点都不可爱了？想要变得可爱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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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发如雪之美的离别，我很想相拥的谁，人离别让声音憔悴，爱在月光下完美。你发如雪啊，怎么说呢，为什么我现在你们看不清我，因为我嘴巴上面就是有点被我撕的有点斑驳了，所以我需要灯光暗一些。灯光暗下来，灯光暗下来。维尔纳进球了，你又看球赛，所以你赢了嘛？我的帅是那种很有亲和力的帅，真的吗？是那种让你们觉得很亲和的帅哥吗？一人憔悴，我举杯。我喝水没用啊。我刚刚已经涂了润唇霜了。就是被我刚刚不小心自己就是搞破了。这个怎么这么低啊，这不是我的直男。这不是我的直男视角，我的直男视角需要低一些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Wait a minute。怎么旋转不了，我的这个不会是坏了吧。嗯，这样才对嘛，不然太高了。你发如雪之美的离别，我很想胜负了谁，让离别让回忆交接，爱在月光下完美。你发如雪的离别，我正在想忘了谁。他刚才流血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流血了，我一直擦。有没有觉得真的好少数民族啊？谁懂？就是这个耳环就很少数民族。吓人，没办法。发如雪之美的离别，我很想相拥了谁，让离别让回忆交接，爱在月光下完美。哪里像热巴了，我肯定忍不住的，就算你现在跟我说下次别撕了，我也肯定还是会撕的。我要是再不撕的话，我就不是周佩西了。用心爱你的啦啦啦啦啦啦。我的热巴是维吾尔族的，维吾尔族和别的少数民族长得还是不太像的。你们看我长得像哪个民族的人啊？你们看一看，看我像几分？看我像哪个民族的人？啦啦啦啦。我像汉族人啊，真的吗？我像汉族人。你为什么叫东方神娃？你还没回答我这个问题啊 ？Why？ 仙族，真会说话，像苗族。我也觉得其实有点像苗族，就是差点那种银首饰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头上、身上全是族总碑。那你们看足球赛会买那个吗？就是买谁赢谁输吗？
你不太能欣赏少数民族的服饰啊？为什么 ？Why？ Why？ 为什么？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呀，就是我自己是挺喜欢的。你们知道那个满族的衣服吗？不就是旗装吗？我还挺喜欢满族的衣服的，我还很喜欢。香妃是那个民族的，香妃是蒙古族的，是不？香妃的那个衣服我也很喜欢，我还有一套生写，有一套写真呢，在幼儿园的时候拍了。我幼儿园那套写真真的可可爱了，可可爱了。我是彝族人啊，我不是汉族，欣赏不来啊，好吧。民族56个民族，56个星座。Very nice performance in you. Okay, thank you very much. Have a great night. 小度，小度，切歌。周杰伦 ，Mojito。那套彝族照片做过3天壁纸，这么喜欢吗？谢谢你。彝人制造是什么呀 ？What's that？ 啊，我知道彝族还有自己的文字，还有自己的语言，但是我不会说。如果把这里全部变成辫子的话，就更有那种感觉了。现在只有2个辫子。不是，是酒店自带的啊，彝族。我就是黑皮肤呀，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皮肤挺黑的，就是现实生活中皮肤挺黑的。我有点蹲不住了，家人们。昨天晚上就是睡不着，没怎么睡。哎呦呦，黑皮肤好适合广州，为什么？我要睡觉了，就是等一下要睡觉了。我昨天很晚很晚才睡着的。没见过真人啊。那就是你的，哎呦，等我整次去。哎，我的妈！没见过真人就是你的损失，哈哈。见过真人的都说好。是谁呀？谁呀？干嘛？借那个。哦，我看你在直播过来了，没事。那我想明天早，明天早，不是，你几点走啊？10点吧，反正我10点要去做那个，我想现在没有休息。耶！你才回来？对，我才回来。去吃什么饭吧？不是，我们吃的火锅，一个就是。叫什么蜀大侠一个火锅啊？你在上海？我没吃过蜀大侠。对吧，你记得还我。嗯哼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的化妆品就是大家的，就是大家的，就是热门借用。然后回来了。哎，我在直播。然后大家借了之后，很多都忘记还我了。对啊，共享就是当当啊！你化妆，你没卸妆吧？你我这完妆了。你完妆 OK？ 对，完全妆妆。你们吃的什么呀？烤肉，挺好吃的。你们吃的什么？火锅。我还打包了3盒回来，你知道我们点了多少吗？我们4个女孩子，我们吃了几口之后，我们就怎么都吃不下去了。因为其实大家都是那种非常饿，但是吃了几口之后就。也还好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就是眼大肚皮小，生怕吃不饱。对，然后我们点了超多，然后我打了3盒回来，明天。我的天！3盒超级满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你把2个自嗨锅提回来了。
明天我们就吃它吧。行，明天就不吃别的了。明天到饭时有了，我谢谢小周。不用谢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吃的。我刚看那个什么充电宝忘记关了，我是还充电宝。好冷。娃娃菜我吃完了，土豆我也吃完了，都是我最爱的。就是我今天我吃的时候我已经怎么都吃不下去了，但是我还是吃了几片土豆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土豆。我有一个，他们说女生有一个胃是拿来装甜品的，那我有一个胃就是拿来装土豆的，我真的很喜欢。你摸头吧，一个胃专门。你有三个，我真的很像贵州人，贵州人真的就很喜欢土豆。你发如雪，日美浓凉美。我真的很喜欢土豆，我们好像有一些贵州人，他们是一天三顿都吃土豆。但是我吃土豆，我只吃那种刚刚熟，就是生脆的那种。如果熟了我就不吃了，所以我跟家里面人跟别人一起吃火锅的时候，就是只要土豆软了我就不吃了。然后我家的人他们知道我只吃生脆的，然后他们就是每次土豆 OK 了，他们就立马叫我。酒店怎么煮打包？微波炉呀。是谁的爱？你姐做土豆的厨艺姐，你姐怎么做土豆啊？怎么做 ？Tell me, say something。除了煮、炸、煎、炒，对呀、啊，就是土豆，还有我也拍一个呀。嗯，好。嗯。啊，土豆泥。我真的很喜欢，就是周杰伦的歌《小江》。今天在蜀大侠吃饭的时候，就是一直放，然后我跟那个安安，我俩就一直唱。我今天也是，哎，你不觉得很开心吗？就是事情结束了之后，就有一种如释重负，对。有那可以有，就很轻松。我们今天也聊到了很晚。嗯。啊，那个前辈也很喜欢吃土豆吗？果然是贵州人。我真的很喜欢土豆，真的，谁懂？土豆就是我的爱，但是我只吃生脆的。我永不会。啦啦啦啦啦！今天好看，还行吧，一般。俺觉得还行吧，正常发挥。正常发挥。正常发挥。真的假的？公演吃土豆？Really？爱在月光下完美。谢谢大大大师兄的荧光棒。就是说我今天还是，其实我觉得能来上海很开心啊。谢谢小兰的荧光棒，下次能表演吃土豆吗？嘎嘣脆，我要吃生脆的，我不吃软的。就是我很喜欢吃那种老生的那种。你开心吗？难道我平时很不开心吗？让大家觉得我今天很开心，难道我平时的表情很不好吗？还是说我的气场很压抑？没有生的啦，那肯定还是要有一点熟的那种。幸福洋溢在脸上，倒也没有那么夸张吧，只是说可能刚刚吃饱了，不吃软饭就是不吃软的土豆。过了两天迪士尼呀，玩的开心。OK， got it， 收到 over， 收到 over， 肉眼可见的开心，真的吗？那完了，那我要抑制住一点，因为我平时要是没有这么就是这样的状态的话，大家会觉得我不开心，所以我要收一点。啥时候回广州啊？就待一两天，就顶多待一两天，特别开心，嘴都合不拢了。那我现在就合拢给你看。有一个马路口，就是那个
就一对情侣在那里抱着那个合拢了，我就走了。台下有观众会更兴奋，但我觉得台下有观众可能会更紧张吧。同时，其实我的嘴角是往下的，你们看，我不笑的时候，我的嘴角是往下的。这真的不冷吗？就是我真的不真的，你们真的不，你们在那个马路口真的它不冷吗？凉风习习，这个风啊，刮到我手上都痛。你在说什么？就我遇到一对情侣，我去环城那宝路，他们在马路口腻歪，等我十多分钟回来，他们还在那里。我天，真的就会外头。怎么？你应该冲上去说，我 FFF 团岂是能允许你们在这儿造次？我天，我放肆！你们这么闲，能不能帮我还下充电宝？哈哈。哎，我是你的话，我真的很生气。我现在看见情侣，我就。谁懂？没人懂。我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声控好快乐，就是说等我以后也去进修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我的普通话练好。我的普通话其实也不是非常的标准。但是我去了一趟，我你们还在这里摩擦生呢。其实我觉得婉婉笑的还是蛮真的呀。就是我都怀疑是我太胖。一家三口还是那我们这个房就是亲子房。因为体温是说说家乡话，但是还是我的家乡话有三种味道，一种是昆明味，一种是四川味，一种是贵州味。真的不行，你们停一停一下，停一停嘛，就是有一点，就是有点四川话和贵州话还有昆明话的结合。就笑，哈哈哈哈。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方言。我满脑子在想，我刚才为什么吃完饭不去买个充电宝？我为什么就是忘记了？可是我不会说彝语哎，怎么办？我也不会说。我现在就是丁真，不对，我是周真。把我的脸涂黑一点，然后把我头发搞乱一点，然后。来个慢动作，走近。周真，哪里精致了？我觉得我今天妆化特别粗糙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，没有昨天精致，昨天化的挺好的。就是多亏了这个耳钉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耳钉，我不喜欢这种耳环，我喜欢耳钉，你们懂吧？我以前还特别，我初中的时候还特别那种，初中的时候还买过那种后面是尖的那种非主流杀马特式耳钉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下嘴唇，是啊，我下嘴唇就是被我弄出血了，太干了。今天除了就是站位有点撞到江西。别送别送，很少戴很少戴，其实很少戴，我很少戴首饰的，很少戴首饰的，真的。就是平时出去不会戴，但是舞台上会戴。就像你们说的，少女偶像都是开五金店。小度小度，声音关小一点点。我耳钉都不戴，我还在矫饰呢，真是的。把我整笑了，你都。小度小度，播放简单按。对，真的贵，我是真的，我当时就是抱着。小度小度，播放简单按。果然是这几张歌单。刚才说了什么？嗯。播放简单爱。小度小度。在呀。播放简单爱。他今天。为你奉上刘瑞一的简单爱。他今天特别不给我面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，我让他播那个，他给我播一首就是那种特别草原的歌。要么就是交30块钱的那个封顶费，你要么就是交。拜拜拜拜，晚安。但是我。
我已经有一块新的充电宝，我怎么拥有别的充电宝呢？其实我还对他还是蛮满意的，因为我第一次接触机器人这种智能 AI。 之前知道小鱼他们有那个天猫精灵，很厚实很那个，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刚才为我遮风挡雨？我刚才就是没有他我真的会，没关系，他已经很好了。 我真的就是会像第一次接触机器人，对我来说他已经很好了。说这个剑蛙还不如你的网易云，网易云也有 AI 机器人吗？是吗？像毒蛙一样去了北极，我直接就是，困死我了。我的毒也管用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自己原地变成一个冰封的那个冰雕，谢谢百度送的青蛙，谢谢。箭毒蛙死了，登机就是一个青蛙的背影。这充电宝。除了嘴巴中间有点血之外，还好。这个我不知道是结痂了。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啥。然后这儿各个头都有，这个安卓口、Type C 口、苹果口。这么看其实也不是那么的，就是铁嘛，还是比较甜的，甜妹。我们甜妹都喜欢笑。它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它这样子笑。这样笑会不会太假了？这个是妙蛙种子，妙蛙种子喷水的，犯规的笑。是背上有剑，你拿这个剑呢，就是他问你的剑毒蛙，就是啊，比你狠一点。确实，我就是有点那个，那些没办法，我贴不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就是我知道原因，就是我还不够瘦。等我足够瘦了，我就可以就是帅起来了。你又贴题了，我是甜妹的。我觉得甜妹的话就是要比较，脸的话就是要圆一点点，然后笑起来要甜一点。对，这个是很致命的。对，所以说就拿它，所以它的名字叫剑毒蛙。真的，我骗你干什么？我才没有骗人。我动物世界也是看了蛮多的。有研究也没有吧？只是我觉得好像，大家的那个棱角比较明显的话，可能就会更帅一些。但是我棱角其实不够明显，而且我正面看脸是圆的。我的心就是冷的灰的，我的心就是沉重的，就是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所以你是铁。乱讲，撕心裂肺的。对，箭毒蛙是，就是它很，你看它很漂亮的，很小巧。混世宝宝了。花纹的那个壳。其实我昨天那个发型更帅一点，但是没有做昨天那个发型。嗨，就是，晚上好呀。上海的晚上真的很，谢谢百丽送了一个夜蝶。再播放，再播一会儿吧，毕竟，对吧？睡吧睡吧，你们睡吧，你们睡吧，拜拜。说的正确的，就是在那里把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就在这说了一下。谢谢你的夜蝶，以后遇到箭毒啊，虽然咱们这就是我其实这几天，每天都是很早就起来化妆了。自从来上海之后，好像就没有睡过懒觉，哎，都是八九点起床，对。从其实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没睡过懒觉了，从麦克宝精了，我好像给大家讲过的，从圣诞开始好像就再也没睡过懒觉了，还是元旦，叫的多亲，对啊，我在上海，我在上海，为什么要跟你凶？但是一般来说关系好的人才这么说。对夜猫子来说现在睡还早，我就喜欢别人好臭，我也记不得了，太彬彬有礼，太自己也记不得，就是明天可以睡懒觉吧，但是对，可以睡懒觉，改个名字，但是又怕就是错过早餐，因为你知道什么，因为其实不吃早餐很容易胖的，不过明天不吃应该没事吧，明天我要睡觉，我吃我要睡，一定要睡觉啊！
睡着的大提琴，安静的久久的，我想。没有寓意。这个是我自己撕。啊，对啊，就是我的，就是我发现大家各自都有自己的什么。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，哪里嘻哈了？你看有个人来。不要，吃完我肯定睡不着了，我不要，不要这样。我还是宁愿要一觉睡到自然醒再起来。对，其实我想到白，还是想要睡。温暖，因为它是在滚烫的石子里头炒熟的。温热狗，因为它不吃早餐嘛。就像白，给不吃早餐这件事情哪里嘻哈？你要不就感觉点在哪？我觉得嘻哈的点在于随性、帅气以及酷吧。你们社畜周末都不吃早餐，为什么？一定要吃啊，就是一定要记得吃早餐。因为吃早餐是开启一天的那个新陈代谢很重要。对，一定要记得吃早餐，就会容易就是有那个胆结石，是吧？什么样的名字会比较好？你吃的食堂早餐吗？你们这种单位的食堂早餐一定很好吃吧？对，因为炒板栗。因为睡懒觉哦。说板栗不炒。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周末也要加班，然后很辛苦呢。周末睡觉比较重要，确实。我记得我刚中的时候，我每次回家的时候，我都会睡到11点钟，然后。我小姨也不会叫我，因为她知道我就是周内的时候很累，所以她周末的时候就不会叫我。我想想看，就是今天小贝呀，特别可爱，她过来要找我们家的小猫玩。然后我是心想，非常明白，你再长两个痘，我可不要了。但是她把那个三包薯片摆出来。我2:10下播吧。就是咱们明天应该也不会直播了，就是好好休息一下，然后大部队不是后天走吗？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你才会被今天已经是9号，明天他们就要走了。你要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分开。你干嘛要叫我眼神？叫我眼神好不舍。啊，想要没有，对不起你。你怎么了？还好还好。今天我去跟大家，就是他们约我一起吃饭嘛，我忘记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后面不是闹闹也带着我去吃饭了吗？就挺，这就是就是，其实我本来也打算不吃晚饭了，刚好对吧？你去吃的话也没事。谢谢你的晚饭，让我明天一天都有吃的。对对对。我没有这种天分，安静的美男。小贝就说他长得没刘海的时候像吴磊，我说你的嘴巴有点像，因为他肉嘟嘟的嘛，像那个吴磊，他也是有点肉嘟嘟的那种男孩。谢谢佳然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你这么支持我，喜欢我，然后对，非常谢谢你。我是觉得希望回广州之后我们可以见面。对，我还虽然我们那句歌怎么唱来着？我想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谢谢你，没演，感谢米达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然后是什么来着 ？Thank you very much and 谢谢。你都什么？人家想送就送了。我们家人就是很谢谢你，有钱送皇冠，怎么不请你吃饭？为什么要请你吃饭？为什么要请你吃饭？那当然是要送礼物好一下。笑的。这个东西。糖甜死我了，太甜了。浪姐，对啊，浪姐，你怎么不请家人吃饭啊？你看，
浪姐在吃上面很有造诣啊，就是经常给我私信发一些她在吃的美食的图片，然后我又因为减肥我又吃不了，就是非常的伤人，你们懂吗？很伤人。榜一叫什么？XY 什么呀？是他的真名吗？要爆破吗？小兰，下次请吃饭别送礼物了。嗯，不要这样，好过分了。哎，发给我也行，发给我也行，就是让我知道你过得有多好就好。嗯，发给我也好，让我知道你就是每天吃得好睡得好就好了。对，发给我也行，发吧发吧。为什么不用爆破啊？打简写的，直接喊名字啊。好，下次我认真，我认真听听。错对了，哦，没事没事。舅妈害羞了。我马上就要破防了，下一秒差点破防。什么嘛，你们老是说谜语人，我又不知道你们叫什么，除非你们下次当着我的面直接说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今天能够参加金曲我很开心，然后也多亏了给我投去金曲的这些粉丝，就是有名单的，然后我知道的是这样的，我知道的是超无奈，然后还有我的音乐会的小金还有小兰，他们就具体的名单之后如果出来了我会说的。嗯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没有你们的话我是根本不可能会有机会来到上海，来到这里参加这么大的就是一个活动，然后也算是第一次参加打歌舞台吧，然后也非常的激动和开心，就是也很有参与感，所以很谢谢你们。今天直播间背景很舒服，我也觉得太懒太蓝了吗？你不知道有车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嗯，下次一定嘛，就是下次一定，嗯，下次一定，嗯，没关系，就是能让我其实发现是声带让大家更多的看到我了吧，所以我觉得嗯，能让大家可以看到我发现我喜欢我也是我的荣幸，就是不存在什么来早来晚，只要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觉得就是我最大的荣幸。对，谢谢各位，就是无论是先来的后到的我都很感谢。那么我们今天就下播了，真的很感谢大家，但是我不想哭，我不会哭的，因为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所以不能哭。对，就是我今天还蛮开心的，毕竟享受舞台嘛，对吧？拜拜，晚安 ，Good night， 谢谢家人，谢谢松鼠，谢谢马小星，拜拜，晚安。马上给我出本社交教科书好吗？